爱酿成了我一心。再多他还给我预备这么好的教会，我是真的特别的感恩，我真是没有想到，一点都没有想到。对，因为我收到了神的礼物，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件礼物，所以我想说，在座的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件礼物的，你们不要迟疑太久，等你们一旦接受了，你们就会知道这件礼物有多宝贵。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站住，再展开。来多哈整整十年，十周年了。我早上和大家能够一起献上一个感恩的诗歌，我们觉得这是荣幸，这是感恩。那这一首好像大家都不熟悉，是一首这个韩文诗歌啊、但是我们用英文来唱，大家多多原谅啊。I'm joined to praise His holy name.
高山或低谷就能攀住，伤心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出错时有定时，流泪沙中你欢呼声大，相信就有希望。我来做一个见证，大家了解我和风光的都知道他的脾气是非常好的，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脾气暴躁非常没有忍耐的一个人，然后常常包容我就是我的风光那种，而且他是比较顺从上帝的，我是在神面前比较容易抱怨比较容易任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家的喜乐全靠我，如果我喜乐了我喜乐全家就喜乐了，所以我要做这个见证。然后孩子出了问题我就非常的容易抱怨上帝，但是我来参加聚会的时候，然后唱了这首赞美诗的时候，哇，我相信哎呀，只有像牧师讲的注目耶稣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重新的喜乐，然后把一切忧虑都给了上帝，然后封闭的心就敞开了，就不会再有抱怨。我特别这个诗歌特别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我们这个家庭要把这个诗要赞美诗献给上帝，也要希望自己能够以后把眼目都注目在上帝那里。愿大家也能跟我一同常常喜乐，在主里常常喜乐。谢谢大家。放下一些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你们的心被主爱来温暖，那颗你的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Yeah.
一闪亮晶晶，万物都要赞美你。这是天父伟大的创造，星球海洋全都属于他。我受到多么奇妙的威，我与万物齐声赞美你。神的荣耀，然后在这个感恩节中，感恩节和其他的节日或者任何的每一天都能够现场感恩，谢谢大家，我们就选择这首让大家保持团结，希望大家能保持口气的一首歌。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一生都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岁半的时候，我们已经，我跟七二群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家孩子都是在教会，在我们家一直都是不断有教会聚会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们也知道，在我们家里面，天父这个是天父的世界，在我们家里面最大的就是神。所以我想我们女儿跳的首歌也是非常契合这个主题。然后还有就是我也非常感恩，就是我唱歌是非常差的，跟不上节拍。你们会跟人家说五音不全，我是九音不全的。非常感谢神，我们家所有的唱歌都比我强，真是太爱我了。这是天赋世界，请要观察其意。清晨明亮，开花美丽，生命创造精神。这是天赋世界，他爱不计万千。风吹草声，知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The Lord is King of the Heavens.
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们选这两首歌的目的，是从我们2015年开始信主以来，我们一直深深的蒙受主的恩典，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主爱这个大家庭里面，教会的肢体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深的力量和爱，所以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爱来回馈给大家。但是等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忽略我们唱的这个不好听的声音，因为我唱歌的声音在我们家里面都已经成为负担了。我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求求你让我妈妈唱歌好听点吧。这个可能对于神来讲他也挺为难的，他说我就没有赐给你妈妈这样的恩赐。好了，我们下面可以开始了。
在家门下来，张眼敞开你的荣耀，家门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有很多特别对我特别好的姐姐们，然后让我来这跟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学习。由于时间的关系，拖拖拉拉这么久，但是我还是很骄傲，我能在感恩节的这一天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可能这也是所谓的主给予我们的福音吧。我相信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终将会相遇的。给大家献上一首歌，就算唱得不好，但是我们态度非常好。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合一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关于一个以前曾经很堕落的人，曾经在一个社会很久的人，曾经很自私的人，曾经但是很感谢主的恩典，改变了我，改变了这个人，所以今天我要献上感恩，就感谢神，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一切刚成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忧伤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这样。在我们的 PPT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教会的活动，感谢弟兄姐妹的爱，改变了我一生，真的很感谢你们。最
生苦衷，你领我走出门，我跌跌又重重，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的伤口，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
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还要讲为我是怎么样得到这件礼物的，所以如果晚上大家可以到季老师家来的话，会听到这个歌的下半段。我是特别感谢神，没想到在多哈还给我预备这么好的教会，我是真的特别的感恩，我真是没有想到的，我一点都没想到。这首歌是郭斌老师帮我们选的，然后这一件礼物呢我也很感动，因为我收到了神的礼物，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件礼物，所以我想说在座的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件礼物的，你们不要迟疑太久，等你们一旦接受了，你们就会知道这件礼物有多宝贵。阿门。我今天站在这里呢，非常感谢神，赞美神，是神给我的恩典。然后呢，感谢牧师，然后到这边来。到多哈来是因为我的小孩我承诺非常感谢神这一年九月份把我们全家都带到这里来，也非常感谢这个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是有很多要感恩的，但是长话短说，最感谢的就是因着这个机会让我头一次听到我们家奶奶唱歌。我知道这是郭斌的心愿，我也很希望我们家的爷爷奶奶能早一天得到这件礼物。
们是太想把这份感恩献给神。然后我们今天选的这两首歌，一首是耶稣爱你跟你的爱，然后耶稣爱你，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首歌，因为它这个歌词就是在叙述，就是我得到了这份爱，然后请问你想不想要得到这份爱，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后面一首歌是你的爱，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长阔高深的爱，然后我们心里有感恩，也想把这样的爱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接受了天父的爱，他让我很多时候不孤单，他让我很多时候去父爱没有抵达的时候他就来了。我常常感受到很孤单很害怕的时候，我就祷告。
我们爸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常常有些人说你是基督徒啊，我是，我就会很骄傲的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的爸爸是耶稣。八月十五号的时候是我和一龙登记的日子，我就把他忘了。然后一龙就说我，我就说那个不重要啊。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登记的日子还是说我们去韩国办婚礼的日子都不是很重要，就只是一个日子。可是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结婚，我们婚礼的时候我却觉得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有天父爸爸跟我们一起，有耶稣的见证，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所以在我人生中有苦难的时候，有低谷的时候，我也逃离过，我也说你不爱我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可是当我回转的时候，你仍然在我里面，仍然在那里等着我，你的爱一直都在我里面，所以我感谢你，阿们。当我去再一句我是一个很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但我没有办法把握是自己的婚礼，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参与，我就有信心。阿们。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想起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你说会陪我走过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这一天我们一起在去韩国参加了一个聚会，唱了 KTV， 我们又蹦又跳唱了很多流行歌曲，本是应该高兴的一次聚会，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很难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同在，圣同相通的我们，因为没有耶稣的情况下，感到内心无比的空虚，于是这样一个群就诞生了。
事是这样开始的。这个群里只有咱们五个人，其他人都不要加了。嘉欣会哭的，哈哈哈。我找不着他，你们加一下吧。这是同路小伙伴群。昨天的聚会我好不开心，原因是什么呢？哈哈哈，丑角儿，你好乖哦。为什么呢？看吧，大家都不开心。对呀，都不开心。除了咱们几个，大家都挺开心的吧？以后这样的聚会我都不想参加了。瑶瑶也不开心啊。是的，昨天学姐车上我还稍微讨论了一下，也知道珠儿不开心，和我们的感受一样。不过你回去就睡了。聚会本身没什么问题，我们自身有问题，但你的方式也有问题。就这样，故事就从爱耶稣小组群开始了。哎，王鹏，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小组表面上看起来挺和谐，但是私底下常常闹个小矛盾，然后你常常任性都退群了。也没有任性了，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我觉得大家不理解我。为什么？有什么不理解你的？你还记得吗？2017年那时候，我突然被吊下阿联酋，然后，那段时间半年之内好像都没有人联系我，然后我在群里面也发了很多消息，分享了很多，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冷漠，然后，我自己状态也不够好，所以，那天我突然看到“爱耶稣”三个字，我觉得对不起耶稣，大家都。好像我自己也不够爱耶稣，所以我就决定退群了。哦，原来是个原因呢。可是你也应该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很忙，就没有时间回复你。你要理解大家一下嘛。对啊，后来我当然也理解大家了。哎，学姐，你记得吗？你平时其实很理解大家，但是你也退群了，对吧？说到我的痛处。对对，那什么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刚怀孕的时候。身心灵特别的软弱，然后，身心灵很软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觉得大家，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自己很成熟嘛，不好意思搅扰大家，然后，又觉得大家很冷漠，自己其实也很冷漠，不好意思指责大家，于是呢，我就想说，哎，算了，我先退群静一静吧，我就退群了。原来是这样，那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进入群的吗？哦，这个我那个时候回国了嘛，也有去参加国内的聚会，然后呢，因为我的退群成功引起了小伙伴的注意，所以大家就为我祷告，然后我那个时候慢慢的跟神的关系又开始和好了，以后我就被神的爱充满了，我就愿意去重新的去爱大家，于是我就主动提出要求进入这个群里面。嗯，原来是这样，是啊。看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非常融洽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肢体之间的关系也当然会非常的亲密，对吧？是的，是的，而且啊，肢体之间的就代祷特别的重要，而且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冷漠啊，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不冷不热是一个我们持续要攻克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只有跟神的关系好，个人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才能够将冷漠变成爱。阿门。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诱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事物绑锁？奉献关怀给脚步匆匆的灵魂，奉献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你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是温柔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其实我觉得吧，我们这个群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都信基督的话，我们应该都不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棱角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合。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弟兄和姊妹思考一个问题的角度不同，那温鹏弟兄他在群上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就伤害了嘉信姊妹。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嘉信的男朋友郑杰弟兄，他就出来发表了他的意见，对温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然后在群上就你一句我一句，我们群上就再次面对了破裂，我们的关系再次变得很僵。但最后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一次聚会，然后在聚会上我们彼此的敞开心扉聊天，然后也彼此的道歉，也同时跟神认错，然后我们再次就和好了。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相爱。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向幸福的方向。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想像大部分的情侣一样呢，我跟嘉欣之间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争吵，但是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小组的成员总是会不厌其烦的来帮助我们，帮我们解决，帮我们走出这个各种各样的困境。那他们总是愿意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牺牲他们自己的精力来与我们一起祷告啊，用祷告的方式带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那我想在通过这样的事情，我发现或许他们所付出的，就是他们所付出的就是远远怎么说，我得到的是更多的。他们永远都是付出的那些人，他们永远是付出的那些人。我想这就是这个小组的意义，也是神带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已经百合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接下来我想跟你讨论一些事情。好，来，就是我们爱耶稣小组是2016年成立的，也3年多了。我们小组8个成员也是我们教会比较早的一些成员。没错。但是我有时候想，虽然我们的群的名字叫爱耶稣小组，但是我们这个对上帝的爱，我们的信心和灵命，哎，各种矛盾冲突，各种冷漠。感觉想多了说多了都是眼泪。这是我完全认同你的看见，但这也就是这个团契小组成立的意义所在。因为圣经说二人总比一个人好，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如果这个人跌倒了，那一个人可以扶起他了。所以感谢主，因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刚才大家听到的分享都是我爱耶稣小组这几年一起经历的恩典。上帝真的很爱我们，他就是他的手将我们彼此紧紧抓住，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会扶持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会安慰我们。圣经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要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虽然这些虽然看起来很痛苦，只是妈妈的恩典。今天做一首诗歌，我想要献给大家，主主带领所有弟兄姐妹在这恩典之路是他的主继续的继续。基督有基督，却是爱的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Thanks for coming. Thanks.